face told me we'd be alright. Hello, happy Friday. It's Canada Day. It's a Canada celebrating Canada Day. 你好难聊哦。今天我们来工作室整理东西，因为 Mira 去保姆家了嘛，我们就有很多时间可以工作啦。那工作第一步就是要先把东西整理好，不然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拍照。看东西多到爆炸，多到爆炸很多，因为我们隔了两个半月多嘛，然后要有非常多东西都堆在这了，等着我们回来整理。我们大概整理了60%而已吧。60%啊，那是10%啊。哦，10%，10%，好了，10%而已。然后再接再厉，希望我们可以赶快拍新品，然后上架啦。OK，OK，babe。Ciao。OK， 上现在要拍产品了，对不对？我就要来整理一下这边的花材了。去看一下照片哦。刚把花都摆出来，我今天整理了一些，还有这些没整理，明天要来整理，想说可以拍一个影片。Hello, happy Wednesday, maybe。现在过了都不知道礼拜几了，那对我来说没有什么。假日的分别 ，OK， 我要拆的这个呢是我新买的地毯，先给它安卷一下。我现在差不多准备好要整理花了，耳环已经 get ready 了。然后等一下，我先拍花，之后我就来拍产品照咯。This one's so pretty, so pretty. Look on your face, told me we'd be alright. Walking down the sidewalk as we took a ride off a riverside drive. 吧，我很想直接吃这一锅哎。蒸蛋，这也包的太，哇，包那么多层，对，包的很夸张哎。收一层，这是汤吗？这是蒸蛋，蒸蛋很浓，Hoping to break through the storm。我们等一下开始直播了，我们现在做准备。第一次直播有点紧张哦。带着我的小超门，还有我的电脑，因为昨天第一次用的时候发现完全看不到留言，所以还是准备了电脑。没有，怕忘记。摄影的，哎，那边那个主持人怎么还在喝水啊？不能喝哦。嗨，哎，我的熊，来，我的熊，来要陪我直播一下好了，来你就坐这。哎，有，我自己看到自己。嗨，舒婷。好，在现在呢，我们就要先讲一下这一次的直播，你只要按赞、
分享，然后你在直播下面留言说你想看什么内容的直播，你就可以得到一瓶干洗手哦。走吧，好久没看到他哦，多久没看到他？一个礼拜啊，他不是一个礼拜，一份是要来的吗？上个礼拜是要来的，走吧。Hold on to your dream. Oh, I know you wanna scream. Since the day you're born, you're just a flower on your own. 我要跟大家介绍一下，上这个呢是负重的背心，是多少？五公斤而已。五公斤，然后呢，它这个脚一边几公斤？一公斤而已。一边一公斤，然后呢，他每天早上都会去运动，然后他没事呢就在家里运动，后面就是他开始举哑铃，然后晚上他就做有氧，然后平常呢他就穿那个背心跟，然后靠这个硬挺的 workout。他现在呢要做果汁，你要做什么果汁？那个 beet juice beet 我不知道什么红那个写甜菜根，对，甜菜根 green and safe 的甜菜根。那甜菜根要配什么？苹果，苹果，还有柠檬，对，柠檬，还有红萝卜，红萝卜呢？不会被煮掉吧？然后再加一点 cream cheese， 加太浅了。见的经典蓝莓，蒙一下吧。应该是没。那优格不给它加完。好，我们留一点哦。懂。然后继续把优格加完。然后还有 cream cheese 也加完。怎么样？然后再重复同样的动作，可是你不觉得看起来很漂亮吗？然后再加一点麦片，还没完哦。然后随心所欲再加一点 chia seed。现在上要来帮忙我跳一下，是阿 Vancouver， 他们这次延期了，他现在有一个 online exhibition， 所以挑照片给他们。Here comes the moon, held by